这一次我们音乐会的主题是彼此相爱，让爱不止息。埔里基督教医院募款音乐会，埔基60几年来一路走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经历到有一些的挑战，但是上帝的爱在我们的当中，他也感动了许多相关的人士，常常来扮演我们看不见的天使，来帮助我们。所以这是我们值得感恩的一个地方。我想我们的一个社会，如果大家能够对彼此多一点的付出爱，多一点的诚恳，多一点的同理，多一点的给予，我想我们的社会会更美好，也更不一样。接下来我要邀请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的董事长林志平林董事长上来为我们致辞。很高兴能够在这个会里有份因为这是一个让爱不止息的一个音乐会，真的。今天在台上演奏的，你看我们的简介就可以发现，很多人都是非常专业的，他们在各地各个不同的乐团，有些担任主要的演奏，有些是首席，有些是编曲家。刚刚林明慧的这个演奏，我想大家看到了哈，他自己编曲，把爱河带到台北来了，流贯在我们的心中，真的是非常的动人的音乐啊！他得过很多很多的奖，我算了一下，光是演奏的冠军就差不多有7次之多，还有其他很多很多不同的奖。但是，这一群人，他们愿意奉献他们的爱心，来到这边为大家演奏，因为他们的心中也充满了爱，他们的心中也流露着爱。我最近跟医院非常有缘啊，因为我上个礼拜1个礼拜住院，住在医院的里面啊。那么我的太太在我住院的那一天，她跟眼科医师约好要动眼科的一个手术啊，所以她也在家里面啊一个人啊。那么昨天我是礼拜6出院的哈，那么昨天晚上我的女儿就跟我说：“爸，我要去住院。”哦，我说我们家怎么都有住院的这个机会哈。那么她是因为大肠检查发现有一个息肉要切除，所以这一段期间我就常常跑医院啊。那么在医院里面，看到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人啊，那些需要，我特别感受到医生护士啊，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活的哈。我看很多医生护士真的非常辛苦，非常辛苦，一直跑来跑去。我就想，我说护士受训练是不是要先练100米啊，要跑啊。那么这些病患或者是家属哈，因为病缠身，脾气也不是很好，有时候讲话就会很大声。可是他们必须要温柔细语啊，用他们的爱来包含一切。我跟普基的关系说起来，我刚刚算了一下，我吓一跳啊！我第一次接触普基是普基刚刚开始的时候，1958年啊，那个时候普基刚刚开始大概2、3年的时间啊。那我那时候读大一。我就有机会到普里去做服务的工作啊，那么就接触到普里基督教医院，接触到那边的医生护士，接触到那边的传道人啊，让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当然，我相信那一个开始，那时候是我读大一的时候啊，我就有机会接触到这一群充满爱心的一些人，看到他们照顾那些退伍军人，照顾那些肺病。那个时候很多肺病的患者在普里哈，有一个疗养院，他们去照顾他们，我心里就非常非常的感动哈。那么当然我们那时候也不太懂事，但是也被派去了，派去干啥？说你去为那个病人祷告。哎呀，我说我才大一，我哪里会为病人祷告哈？但是我们就硬着头皮就去了。去了以后，当我们接触到一些病人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上帝的爱在我们的里面，上帝的能力也在我们的里面。从此以后，这个普基就跟我们建立关系。从此以后，很多的医院也跟我的生命有所连接。那么，所以宇宙光是在47年以前啊。就是1973年开始的一个关怀我们的文化社会的工作，所以我们叫做全人关怀。我们觉得人的健康是包含着不同的层面，天人物我们中国人讲的。那么在圣经中看到，耶稣基督在12岁的时候，他就活出了一个智慧、身量、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的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在宇宙光，我们就提议，我们说我们的健康应该是全人丰盛的健康，整个生命天人物我的健康，我们跟天的关系，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我们跟自己的关系，我们跟物质世界的关系，都应该是均衡。所以我们可以画出一个圆来啊，我们就可以做更多的事儿。那我今天也带来了我们刚刚宇宙光今年度的这个圣诞特刊哈，我们的标题是“生命是一份礼物”。生命是一份礼物，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我们要好好的珍惜。我们不仅是珍惜自己的生命，我们也珍惜上帝所造的每一个生命。当我们去关怀一些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哇，我们里面充满了能量。那么在这一期的特刊的里面，我们拜访了好多位这样的不同的人，他们面对各种生命中的打击、痛苦、不可能，但是他们勇敢地往前走，喜乐地往前走，而且充满爱心地去把他们的不足变成别人的丰足，然后反过来他们也活在一片丰富之中。那么这个里面的这些故事都是真真实实的故事，非常的动人啊！有年轻的人，有稍微年长的人，有偏远的人，也有住在都市中的人，各种不同的人，他们活出了他们丰富的生命。所以我们也很盼望这样丰富的生命能够分享给更多的人。今天晚上我们借着这些优秀杰出的音乐家他们这样的演出，那么像我们的指挥啊，各位刚刚看到啊，他今天穿了非常正式的指挥的服装来，他说这是一个正式的音乐会，我要对每一个人表示尊重，所以我必须穿得最正式，把他平常指挥的衣服都穿上。他不把这个当做一个普通的聚会，因为当他站上这个指挥台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有神圣的使命要分享。那么林老师他在国乐界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曾经出任过这个艺术大学中国音乐系的系主任，他也是中国音乐协会的理事长，他也在全世界各地经常指挥各种不同的大型的乐团。那么今天在我们这边，这是他精选的一个小的啊，一个特别的一个团队。那么他也很开心在这边做。那你也听很多的曲子是经过我们的团员编曲重整的，啊，我们今天我们的副指挥，我们的负责编曲的林新平老师也在这边哈，我不知道他坐在哪里哈，要不要站起来？啊，在那边啊，在那边啊。所以你听了很多曲子，好像很熟，又好像不熟，为什么？因为经过他的匠心的编写哈。那我们当中很多音乐家他们也是可以自己编写自己来做哈，那么所以今天这场音乐会哈，我觉得真是一个生命的礼物啊，把每一个人生命中的最好拿出来跟你分享，让我们一起来享受一个爱的分享。上帝爱你，上帝与你同在。许多。是我。小城故事真不错，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小城来做客，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小城。听着就自拍。